的。车长，看这个车长，等一下，今天开新游戏了，马上来玩。其实我蛮期待，就是会有那个艾尔莎，这个《冰雪奇缘》的米奇在里面会是什么啊？宠物吗？米奇是国王，看他是他这个国家的国王哦。所以他是最大的，不可思议的力量，进攻的力量，守护到底的力量。好啦，选这个啦，守护到底啊，追求均衡哦，这是平衡的吧，不偏重任何一方，所以这个是追求均衡，然后这个是追求体力，那这个是追求不可思议的力量。不可思议的力量是很强大吗？这个是体力是 HP 吧？不可思议的感觉是魔法或是技能。不，第一个是体力，然后第二个应该是选的是防御日子。我要去打哪里？哦，这么多可以选、欸，你们想要先看回顾吗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帮我们温习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看电影哦。那个饼干、零食准备好。唐王要很讲什么？干嘛开不了？对啊，他不是就呱呱呱而已吗？他配音也只有呱呱呱而已啊，这个。哦，这是买东西的。啊，我叫。他声音真的很妙，这好像喉咙坏掉。打死给的。你看，还没事。所以他来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？他来的目的就只是要跟他讲说，我们要去找黑盒子。放下话，跟讲说我要找黑盒子。要不然他们来干嘛？完全没干嘛。哦，地图哎、欸，可是我要怎么哦？找到地图了，太好了。他真的很难控制哎、欸，真的超难控制的。他烧屁股哎、欸。誰か？助けて。助けて！哎、欸，这要干嘛？这打他脚可以干嘛？打他脚！哇！这是跟那个唐老鸭的。看这什么意思啊？好像有技能呢、欸，他一直发动。能力是不是各种技能？来了，新的车长，看这个车长，等一下，
是啥？哎、欸，没有了，可以，可以，我可以到什么时候啊？这太猛了吧！我靠！啊，射可以一直射。哦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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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，这样 ，OK， 这样才有了，有了。他怎么上去啊？他刚刚有说怎么上去吗？哦，好，这里哦，看，看，原来是在上面。天哪，我在这边无限轮回耶。哦，我终于到上面了，困难重重啊，困难重重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啊的！啊！哦，终于来了，终于叫出他了，叫出他就赢了，米奇妙妙屋。好啦，我先靠这边。大家晚安哦。